可以，两只脚都可以，两边都一样。哎，对哦。哦，因为你腰先转过来再踢，你不要还没转就踢，当然你的距离那个力距不够，力臂不够，力道就会太小。好，转好，踢，哎，对对，这样力道就会出来。好，试试看，停住再踢，哎，对，这样力道就会出来。但你要看靶，好，不是没有看靶就踢。哎，对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好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好，有卡一些全整个脚着地。哦，整只脚着地，不要踮脚，都可以，两只脚都可以。看你要，对，转过去又再一个勾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丢丢丢，哎。好，试试看要踢到哦，力道不要进去就好了。你要转过去，你再勾踢，转不够转，你看不够过去，转身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勾踢才出来，懂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勾踢才会出来。啊，大师兄先踢来。好、哦，这样立远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哦，你要再转过去才能够勾踢。哦，大师兄你也是要再转过去，身体要再过去才有办法勾踢。哦，你还是转不过，还是没有转过去哦。慢慢来，没关系。哦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没有转过去，再慢慢试来，过去一点。哎、欸，对对，这个地道都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懂意思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但是你这个连贯你要抓好。好来，哦，对啊，没有错啊，哦，但是你的姿势变了，哦，这样踢没有错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我再放柔软，上身还是太硬，好，这样速度就会更快。哎，哦，好，那也要看人哦，你勾地也要看人。